焦点转到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5号与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会面，就深化琼港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欢迎海南省人民政府拟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向香港开放专业服务市场10条措施，他认为这将为香港专业服务类人才开拓市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李家超表示，琼港关系一向十分的密切，两地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往来频繁，尤其在经贸方面，不少的港资企业在海南省开展业务，而香港也一直是海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随着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李家超也期望琼港两地的青年交流可以重新启动，而琼港双方也将会不断地深化彼此合作，在共同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惠及两地社会民生经济发展。